挑战 Lisa 螃蟹舞同款发型。小妹妹 ，Lisa 发色有点多，给哥哥整懵了。很火的那个螃蟹舞的那个，就这样的。如果打完很漂亮的话，那给我们来一段螃蟹舞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没有问题。Lisa 螃蟹舞挑战。一个字，绝。毁的发型，我就想要一个让前男友后悔的发型就可以。2020最火挂耳染。染完会被姐妹追问的 Lisa 同款神仙发色。今天自己是有什么想法还是怎么？我觉得我这个发型太久了，你给我换一种吧。现在这个发型看腻了，然后想尝试下其他。那就满足你的要求，欢迎。就这。来找我免费。不多说，看结果吧。我想要酷一点 A 一点的发型，然后这里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。那个抖音里边那个很火那个 Lisa， 哦，我要那种发型，那种发型。哎，好的，可以，我们期待两秒的效果，好吧？好好。愿 K。哦。Hello 姐姐，今天染一个 Lisa 同款啊？好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挂一个耳朵，挂一个之后，然后再染个底色，好看就行。对，就像 Lisa 就要维权了。既然追求刺激，就过程于是，没想到染完和 Lisa 是同款，太开心了。他所爱比你，我你比比比比比比比的。来变一下。前跟你手牵手，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蠢。来想做类似这样的感觉，改变前的样子，做完发型的样子。我与你有个继续弥补所有的记忆，是想把它剪短一点，来那个 Lisa 的同款。好 ，OK， 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挑气质挂耳染发。我很好，也很努力，是
学着没有你，开始很难，但终于可以。那时候真的很美丽，她真美，所以惋惜。忘记小心，一吻。